金泽是马普窑，就是个战士，他一个在黑板报上写了一个，就是那个词。以后这个老作曲家周维志看中了这个词，然后很快给他谱成曲子。当时我写的是，雄赳赳，气昂昂，横渡鸭绿江。保和平，为祖国，就是保家乡。干毕业了，我就写这个曲子。写的曲子就是那个笔啊，那个纸片上写个这么大的一个小字，写写。不到半小时就写完了。我回家，再把它整理一下。